别空发，今天最后一天，我能上第一呢我就上，你上不去呢你就当过年了哈，宝贝们，谢谢安宁哥一组哟，哎不是一组哟，啊谁中了？延续哥五组啊，欢迎康仔哥回家，迷茫哥五组，哎呀，要慢点慢点啊，我得记一记，初见哥一组。雪浩哥算你一组，超哥两组，好了，古有才一组，恭喜我们中奖的兄弟们，无情哥两组，买一首，咱凭散票在网上支棱支棱，完了到时候让大哥收收塔，逆风飞扬两组，等会儿啊，有点乱，小可爱五组。好了，子欣两组，一组都不能错过。时髦三哥一组，哎呀，太快了！跳跳一组，媚娘，梅妖一组，乡愁一组，你们太快了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，你都没念住名。哎呀呀呀，谁？哎呀妈妈 ，PK 票可以吗？刚练的，行，都行。超昌哥两组，白萝卜一根算一组，少爷算十组，一组一三一四的干货就可以卡红了，那时候或一个鱼也行，无畏一个，半组丫头，东风哥一个，半组不行啊，这就够了吗？万一不够呢？石峰哥一组，成特哥一组啊，零点一不算，路过哥18组，看有飞机了，七零后一组，欢迎马美丽哥，本心一个，石原哥10分算一个。阿密斯哥三个，哎呀，有点破案呀，兄弟们，五组六六 PK 票，五组大逼哥，阿明哥4组，17号8组，这散票能支棱一阵，哎呀，可以啊，好大方啊，一条鱼，2组蛋蛋是啥呀？哥两组蛋蛋是啥呀？诺言哥一组，水晶球啊啊啊！爱你宝贝8组，别马了，先来2组，磊子哥先来了，行，我有点马不太明白，我就开始了啊。无情的小 PK 我就开始了，能保的话兄弟们保一保，师傅在外边吃饭。我要不斗的话就来不及了，今天晚上等8点之后回来之后，我们还是开始打那个 PK 票，那个叫水晶球，越马越迷糊，就是你们有的时候刷数字特别的快，欢迎从小视频进入直播间的兄弟们，不抢赏金了吗？抢啊，呀，等师傅回来之后再打，现在有球的乐抽奖，有球的可以刷球啊奖啊花啊鱼啊这些都可以，就打前三把就好，如果前三把不是连胜折了就取消，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就是荣耀，那算鸡蛋，9点还是8点还没定呢，等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呀。 Hello 美女你好，嗨菲儿姐，哎你好，就是平时的乱斗，这个是就是平时的乱斗。你是唱歌主播吗？哦，对，我是唱歌主播。那咱俩一人一半，谢我们的东东，谢谢阿宁哥。好的，我先。你先还是我先？我先。好嘞。哇哦。你爱人们却永不爱人，恋就迷浪难是不所近，你爱路过去索水见闻，马路人别搭接有份好感，你爱别离再合再离，
吻别人，为你当情人，又为顾他人。每晚大概有上亿个人在地球上落力的亲吻，你那习惯散步给众人，在地球上慰藉及骗世人。你亦爱别离，再喝醉你是花粉献技，叫花粉变味。寂寞情商，你直播多久了明明？哇，直播两年半了，谢谢飞鸟哥，谢谢听哦，你直播两年了，那咱俩好像是第一次论动还遇上，对，谢十年如一日，谢谢美丽。嗯嗯，平时的话唱歌还是比较多，你是专业学过吗？没有，就是我之前不唱歌的，就当主播之后才慢慢唱。嗯，后期发展唱歌这么好听，谢谢媚娘，真挺棒的，真挺棒，优秀优秀。我还一听的话，感觉好像是专业学过的，特别好听唱歌。谢谢媚娘，谢谢，谢谢夸奖。嗯，时间短了，时间长的话，应该再让你唱一首好听的。有事儿我一会儿来。好的，那个安明哥，你先去。我也是第一次照面，我也是第一次。你是那个优哈家的主播吗？嗯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哦。你旗下啊，好了，时间到了，等下次有缘见了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拜拜，菲儿姐。也谢谢我们的小猫记者，还有我们的伏兵，还有司马我家龙儿，谢谢我们的小七，也谢谢我们的沈阳哥，也谢谢我们的过路哥，谢谢菲儿，你瘦了吗？没有，没瘦，视频调的。今天看的时候可能是我穿衣服的时候，可能这个视频角度可能稍稍微调了一下，你们感觉就是可能会瘦一点。现实老胖了。衣服是大了，以前衣服的话可能会紧一点，现在的衣服都有点松。哎，这我们的发现的细节好细节哟、哦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今夜谁是谁？你愿意我愿意，给你就可以。歌跳跳舞跳跳，世界太美好。星期六星期天，你不用起大早。咚巴拉呀，咚巴咚巴拉，咚巴拉咚巴拉哒，咚巴咚巴拉。我150斤呢。是谁？今夜谁是谁？你愿意，我愿意，愿意就可以。歌跳跳，舞跳跳，世界太美好。星期六，星期天，你不送起大早。咚巴拉呀，咚巴咚巴拉，咚巴拉咚巴拉，咚巴咚巴拉。你看，人我要说不到100斤，你们指定不信；我要说150斤的话，你们指定也是不信。
是谁，今夜谁是谁，你愿意我愿意，愿意就可以歌跳跳舞跳跳，世界太美好，星期六星期天你不用起大早，咚巴拉呀咚巴咚巴拉咚巴拉咚巴拉咚巴咚巴拉，西巴拉巴拉，只能打四个字的话，是因为没有我直播间的会员。我们家卡会员是一组六六卡会员，卡黄呢是五组一三一四卡黄。但是乱闹的时候，乱闹的时候是优惠是一组。嗯，你们要有卡黄的随时呼我。还有那个小哥哥，有个小哥哥说我有没有黄，你已经卡上黄了。有信的，啥有信的，美丽呀。40岁了，45了，今年年轻不？一组个鬼，我都18组66没见过。常老师失职了啊，是干活吗哥？我找找。哥呀，你差点，你说你这儿呢，你才72，乱斗的时候一组一三一四干货卡黄，一组个鬼，我信你个鬼。小壮眼哥不懂了，没事哥，就是小七哥，就是我乱斗的时候你刷一组一千四，有水晶球你可以刷水晶球。嗯，那水晶球也是那个啥的，他那个票他不上榜的，千元榜可以点歌的。嗯，千元榜可以点歌，你们到千元榜了想听什么歌你就在公屏扣出来我就能看见。谢我壮言哥，乱斗一组一三一四就可以卡黄了，我来个卡黄啊。兄弟们能搭把手的我们可以搭把手。
看着你的脸，我的心像触了电，这种依恋的感觉我无法用语言。月儿呀又圆，我向天空许个愿，祈求月老为我们牵一根红线。想着你的好，我的梦是那么甜，这种等待的时间你能否看得见。风儿好缠绵，做我给他留句言，让他告诉你今夜我又失了眠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，想你想你想你，在任何地点，不管谁有多高，路有多远，我要追你追到海角天边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，爱你爱你爱你，在日月年年，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期限，我要对你说那就是永远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，爱你爱你爱你，在任何地点，不管山有多高，路有多远，我要追你追到海角天边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，爱你爱你爱你，在月月年年，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期限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把战斗机开一下啊。有一群传说中的社会青年，能帮忙组织一首的帮忙组织一首。宝龙吗？嗯呐，宝。我乱斗这个乱斗的时候一定要刷他，还有他心动选票和这个 PK 票，这两个，这两个。好嘞！我看到这个名字，我以为我看错了，我的哎 ，Hello 美女你好，菲儿姐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好，你这是第几把呀？第。我第一把我这个是第三把，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玩的，我就对就这样子，这个上 PK 票就行了，或者是心动选票也可以。哇厉害厉害哦，你是第三把唱歌还是拉个票？可以可以可以，那咱们唱歌还是拉票？你先唱，你唱的好听你先唱。行，兄弟们最后一把啊，能支棱一手的帮忙支棱支棱啊，谢谢大家 Thank you。那我就使这个歌吧，边唱边拉票。
让我们美女唱首歌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风浪有情小苏苏哥。哇，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。哎，这也值啦，我们那个咱们一票两票动动手指，我们可以上点票好不好？然后欢迎大家我们点点关注，谢谢我明哥，谢谢。一波一波接踵而来，大风带着我摇摆，闷在楼上心在澎湃，不用徘徊，大摇大摆飘在人海，随着心情是海，越不舒服的脚步，要爱你就来。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起起伏伏，狂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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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狂浪，一路疯狂，一路流浪，一路向远方。谢谢大家公屏上的留言，谢谢。一波一波接踵而来，大风带着我摇摆，闷在楼上心在澎湃，不用徘徊，大摇大摆飘在人海，随着心情放肆嗨，别服输跟着脚步，要爱你就来。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起起伏伏，狂浪狂浪喜欢我们对面小美女的可以点点关注，我看能不能亏了啊！哇，太巧了，太巧，太有缘了，亏了，亏了200，完了，亏了，亏了200。哎呀，啥也不是，真是的。喜欢的给我们这个叫空气的小美女可以点点关注。你也是经常玩这个乱斗吗？没有啊，嗯，没有玩这个，对，是的。哦，嗯。亏了，官方太小气了，太有缘分了吧，我就觉得。你直播多久了呀？2年了吧。嗯，你这是在工作室还是在家里啊？在家。哦，谢谢厚道师傅，谢谢冠龙哥，谢谢我们的马儿，来来来，谢我们的大地有师哥。要不你再来一首歌吧，喜欢的可以给空气也点点关注啥的啊。我就别唱了吧，我你唱歌那么好听，让我一唱，我完全一会儿我哎呦太尴尬了。感谢好运一生大哥送来的锦鲤助攻，哎呀，是咱们家的人，恭喜恭喜！一个程老师找一下，咱们家的马甲给卡一下黄啊，咱们家马甲给卡一下黄。不是咱家马甲就那算了，是咱家马甲就挑中的话给卡一下黄。嗯，你来一小段吧，来一小段，正好我也休息一下。嗯，好的好的，辛苦了。3天亏了600，可恶嘛。这个唱完吧。要什么自行车，这1000块钱不也白得了吗？嗯，我把这首唱完吧，然后也给感谢大家点的关注，谢谢你们点关注，然后感觉可以给你们套个舞啥的。狂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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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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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起起伏伏，狂浪狂浪。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狂浪。
说声拜拜，我们才是最后未来。跟着我的节拍，跟我一起摇摆，一起活得更精彩。Yeah！ 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在起起伏伏，狂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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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狂浪。拜拜！再次感谢师傅，谢谢双鸭。我来首那个加速版的啊，加速版的思念成沙。
想抽奖的可以刷券了啊，我们开始乱斗啦。等他来，让他去哭吧。好的，师傅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让我过把抽奖的瘾。好嘞，师傅。兄弟们有这个六六啊，还有一毛党小抽奖的话，可以跟着师傅一起抽一抽奖。有鱼的话，可以放一条鱼，可以卡黄；有球的话，一组一三一四也可以卡黄，或十八组，也可以。哭了你哄啊，小时候不能哭。没事儿，你刷吧，师傅。哭了我哄。哭了我。哎哈喽，我们又遇到了仙女飞晚上好，今天洗头了吗？洗了。我真好，你不行啊，这样子匹配我这个一个晚上的顶个费都要付穷了、啊、谢谢我们的冰淇淋。那咱们怎么玩？对面是个大哥是的。那现在不用排队了吧？可不可以直接插队顶哥？顶哥啊，可以啊。你要想听什么歌吗？我钟情你的那一首歌叫啥？我想一下，就是你的后面有一个后缀叫做“未经许可，禁止思念成沙”吗？对，爽音就是。你要听正常版的，还是要听 DJ 版的？正常，正常，正常的。行。思念成沙，对。我上次去他直播间排了我三个小时，我排不下去了，我第二天才去的。成。那我直接。我咋感觉你感动我了我感觉你眼圈都好像红了。你很喜欢这首歌吗？对，这首歌不管你什么时候唱都跟你人一样依然的美。谢谢谢谢谢。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我觉得我今天唱的是最有感觉的一首歌。今天吗？他们刚才跑过来说、就是、你刚才已经唱过了。不是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录的时候都没有觉得我今天唱的这么好，我觉得我今天可能唱的这个可能比录的还要有感情。啊、哦、嗯，是吧？可能是唱的最好的一个版本，可能有一点点瑕疵哈，但是感觉我觉得有那个啥，大哥有故事。对对对对。但不要谢了，你借我一两个人开一个集结。还差一两个，兄弟们去帮忙开一下集结啊！没有点关注的给点点关注，给大哥点点关注啥的。平时你几点播个？我一般八九点。那咱俩差不多。你几点下呀？我一会儿就下。那没啥事，以后咱打团呗。你几点几点？我有发过信息给你吗？我说什么时候打个团，有发过吗？不是，我说什么时候有时间，到时候咱一起打团玩。可以啊。但是我打的比较少、嗯、可能有的时候一天就打一次。哦哦哦。我刚才碰到你徒弟了前几把、哦。那大鸭小鸭是吧？啊、大对大鸭小鸭。啊大鸭二鸭，我刚才是这么跟他们讲的、啊、他们说最近好像有点不顺还是干嘛。我是说我们老家有一种习俗，就是有点迷信，就是有些人到了一定年龄他如果说还不是很顺，他们就会选择改名。我说你大鸭二鸭你要不要改一下，要不然叫一鸭二鸭或者大鸭小鸭。啊，改名字是吗？对，他们说改名字改了不是就很多人不记得不认识他们了。对对对，很多人就不认识。我反而是这么认为的，改了会更多人认识。嗯，也有可能。怎么讲呢？他们就会这样子会讨论嘛。哎呀，这为什么改名字了？哎呀，他以前好像叫这个名字吧，啊、有个热点对是吗？原来是叫对，就有关注，他就有热点，就有话题的嘛。对对对，其实一个主播在 YY 上其实就是要热度和这个话题，别管他是好的话题还是。你们太牛逼了，真爱把我开了这么多，多少呢？赶紧全部报了一下，开了40个，那很遗憾我下面没过，我自己不够给力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能帮忙下边的过一过的话，下边也过一过，没啥事儿的，开完了得管，听不进来得天天过去去过摘任务，点个赞。咱不也改了马美丽吗？嗯呐，对，没毛病。哦，这首歌还挺火的啊。谢谢我们的金
只因有你歌，谢我们的金生，谢我们的玉成哥、一夜哥，谢我们的明镜高堂，也谢我们的丁丁，还有冰淇淋哥，谢谢我们的吴昕，这是谁？马儿，谢我们的嘟嘟啊，这刚才那个大哥，谢谢我们的天道师傅，继续逗，等我逗的时候给你们唱为什么？好多人都在唱啊，等我继续逗，逗了之后我给你们唱为什么？能帮忙上票的兄弟帮忙上上段位，上上票。姓马的都太牛了，都不一会儿时间不敢烫了。嗯，好的。情迷心跳，一会儿下手给我们唱情迷心跳，打嗝了吗？这个就是宝的感觉，原来是这么舒服。你快把对面的大哥唱哭了，估计我看出来了啊、嗯，我看出来了。这首歌我唱的还是挺好的哈。将来为什么会比思念成沙还火？其实思念成沙不是那个为什么，确实现在也比思念成沙要火。他虽然说是新出的，也比较火。婚纱吗？哎呀，哇哦！嗨 ，hello， 你好。哎，你好。Hello。我是唱歌。知道。飞燕。飞马哥啊。你好，我叫菊老师，我来自四川，然后我是一个户外钓鱼的主播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很高兴认识。那你平时直播都干嘛呀？就跟他们钓鱼吗？就是户外的时候就钓鱼，室内就回歌。唱歌。哇哦，来了好多哥哥们啊，欢迎欢迎。啊、嗯，那咱俩，那我先唱个歌，还是你先唱个歌？你唱吧。谢谢顿哥，我就回歌的。行，你来。好嘞，那我唱首老，那我就唱自己的歌吧。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欢迎六六哥。你是我崇拜的偶像。你就把这歌唱完了吧。完，兄弟们喜欢钓鱼什么的，完了可以点点关注。你白天几点户外呀？我现在白天的话，我是早上6点起床，7点开播，到中午12点。哦，喜欢什么？喜欢这个钓鱼啊，或者是这种啥的，可以点点关注。唱歌也可以呀、啊，非常棒啊！为啥说自己毁歌呀？我是个毁歌的，我们家哥哥都说我毁歌的。那你要是钓鱼的话，你是怎么钓鱼？就把手机支在那儿，完了就是看着湖面吗？不是，我有两个人，还有我妹妹。就我钓鱼的时候，我钓鱼，我妹妹就负责说话，然后就是接待嘛，就哥哥来了就负责接待什么的。然后我就钓鱼，晚上的话我们俩一起出视频，然后欢迎新建的大哥们，欢迎大家啊、哦！晚上谢谢。那现在谢谢哥哥，现在妹妹在哪儿呢？妹妹在旁边。哦，嗯嗯，对。那将就是钓鱼的话，就那旁边是不是蚊子特别多呀？嗯，我们出去的话，基本是长袖，长袖的衣服、裤子、鞋子都是穿的很那啥严实，基本上没什么蚊子。哎呦。恭喜我们的九天哥赚了。嗯，那这个就是钓鱼哈，我觉得好像女孩子很少钓鱼，都基本上男士钓鱼还比较多。基本上 YY 上的话，应该就好像目前的话，就我给我妹妹两个吧。YY 上钓鱼，钓鱼是不是特别的有耐心啊？嗯，是的，就是比较一个考验耐心的。然后听说还有晚上钓鱼的，是真的吗？他们喜欢夜钓，因为夜钓的话小鱼比较少。对对，叫夜钓，比较安静嘛。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夜钓它比较安静，然后用那个小鱼也特别少，然后所以说大家都会选择晚上钓，但是我不喜欢。晚上钓鱼会比白天钓鱼多吗？口要好，应该要好一些，有时候会好一些。那他们不睡觉吗？但是我是一早钓，我是早上就6点起床，7点开钓，我属于早钓，早上钓的话也还好，就早上口那会儿也还挺好的。感谢哥哥们的关注啊，哥哥们，谢谢你们啊！没事儿，咱可以来看看钓鱼什么的啊。对，喜欢钓鱼可以点点关注。谢谢你们，欢迎那个许大官人，欢迎六六哥，六六哥，今天得表扬你，你今天上的真早，每天的话都半夜才能看见你。也有很多哥哥喜欢听你的歌，之前有个哥哥，他放的所有歌，他所有的歌都是你的歌，他有没有加黄？就是那个放的车载音乐啊，全是你的飞人。你问问他有没有加黄马？
有你家黄妈啊，那行啊，还有个利口富，他说他都收你5年了，他是利口富，忠实铁杆粉，真的啊，是的，利口富，他就是你的铁杆粉，然后他说收你5年了，拜拜，再见啊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再见，那这老铁我认识，今天提前回来的，哦哟，谢谢啦，岁月哥呀，你得赶紧邮啊，要不然这玩意儿要坏了。听清这个利口富是现实的还是在他直播间的呀？利口富是铁粉，哎呀老铁了，那不光有黄呢，没事还总给我刷礼物呢。嗯，谢谢，感谢顿哥，等一会儿我开乱斗的时候你们再上，谢谢我们的橘优你，还有欠灯，还有明镜高堂，谢我们的马儿，谢谢我今生元哥，也谢我大地哥，还有我们的顿哥，谢我们的九天，还有诚信哥，谢厚道师傅，真的是钓鱼的，我钩的都是鱼。师傅钓鱼得心呐、啊，得心静，嗯，得心静啥的。我问一下，这个就是这个乱斗上的票数多，它是一样给吗？它是有没有啥限制啊？就是有没有什么限制？就到多少票之后，它不是100%给的了？啊，没有啊。我这个头型不好看吗？我跟你说哈，等会儿再跟你说哈，我提前回来的。好嘞，那我斗上了啊！兄弟能搭把手的，我们就搭把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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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嗯，叮叮叮叮叮。鱼不睡觉吗？对呀，我还他没有回答我，他鱼不睡觉吗？别吓唬我。此堂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此花是我种，要想从此堂钓鱼，先留下钓鱼鱼，留下花，留下都留下，可以找一个种花的。我觉得今天有点难哦，干啥都可困难了，他们是都干啥去了吗？我不想逗了，兄弟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天，居然连到分儿姐！哎，你好！我的天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嗯，很开心连到你啊！我也很开心连到你。你是唱歌主播吗？天哪，我是一个毁歌的主播。我在你面前，我能说我是唱歌的主播吗？妈呀！哎呀，太！我有点紧张，玩什么去？你平时的话，唱歌跟在直播间唱歌，还是脱口秀啊，还是聊天比较多？就是回回歌聊聊天的，也没有什么才艺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。好，那平时就跟他们就聊天比较多吗？嗯，差不多嘛，因为我唱歌就不是那种好听的，咋的，就是唠嗑的比较多一些，但是唠嗑吧还属于那种唠不明白型的那种。你直播多久了？我直播有2年了吧，断断续续的都是。嗯嗯嗯嗯嗯，谢谢玉成哥，谢谢我丁丁哥。妈呀，我紧张怎么办？要不来一小段吧，来一小段。嗯，要不光聊天没啥意思。谢谢我六六听哥哥，来小段，喜欢的可以给点点关注啥的。嗯，我来吗？我的妈呀，我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，我来啊！行，咋的还是要来啊、哦？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、哦，不客气了，我就找一个歌陪一下吧。欢迎刚走进直播间所有的大哥哥们，欢迎你们。找一个。欢迎哥哥们，谢谢。
嘞，那我也来一小段。那喜欢萌萌可以给萌萌也点点关注哈、啊。我唱个老歌吧。啊，乱斗是要经常斗才长得快是吗？不是一把一把有多少？整颗我的人，整颗我的心，交给你的时候，有白色的梦，有红色的情，单纯而又执着。轻轻靠着你的黑发，就是这样温柔，给我最深情的吻。春天来的风，春天开的花，秋天悄悄飞落，像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，正变后的冷漠。明明该有一个结果，偏偏留下伤口，给我最伤情的滋味，总是叫我叫我跟你飞呀飞。我就唱完了，宝贝儿啊。温和泪，甜蜜和心碎，熊熊火中我是一只飞。后悔。
毁灭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他不一定那个啥呀，师傅啊，上的月亏，一把四千多，上的月多，上的月多，啊，啊，那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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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吃醋了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刷的多，涨得多，刷的多合适吗？他们说刷的多不合适啊，因为他那个成长值长得少啊，他是有比例的。师傅不干了，你自己上号吧，我不上了，你赶紧给我找一个人，逮一个我就赶紧清号得了。主要是我逮不着啊，要不黄金，要不就是钻石的，我逮不着啊。哎呀，我也有一天这样着急，豆刷不出去了，上火，拍拍也就我了。好友的话没有20%的加成，他那个乱斗的话有12%嘛，别人400把上去的，我是多少把呀？哎呦，太难了，不能好友，好友的话亏。都玩闯战的，这样追不上拉倒吧，师傅，追不上拉倒吧，咱不上了，就有点可惜了。那不行啊，我追不上啊，也。官方打压我，我这拼命的斗，拼命的斗，我猜多少啊？师傅要抽奖，他要抽奖呢，还。拉倒吧，斗完这一把不斗了，斗完这一把不追了，师傅，拉倒吧，不追了，累的。有一天刷，我有点飘啊，我有点飘。Hello， 你好，美女。你好，你好，菲儿姐，你好，你好。嗯。那你是唱歌主播吗？啊，是。嗯，那咱们一人一半的时间。行，那谁先来呀、啊？都行，你有准备好的歌吗？要不姐你先来，我刚开播，我还没有那个什么。行。
那追不上就不追了，累的。你他们说要刷50万人民币才能追到第一，那没啥意义了，不追了。等那过了12点再刷吧，师傅，不刷了。嗯，刷个10万8万追一下还行。美女你来吧，不太累了，咱刷太亏了。那我来吧。终于找到借口，趁着醉意上心头，表达我所有感受。寂寞渐浓，沉默留在无耻角落。你说的再少或再多，都会让人很惶恐。谁任由谁放纵，谁会先让出自由，最后一定是我。双脚悬空，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，被侵占所有，还要笑着接受。我嫉妒你的爱惜是如火，像个人气个吃不下的天后。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永远等在显得浓墨重重，我陷入漫不狂野的困容，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后。若爱只剩诱惑，只剩彼此忍受，再别互相折磨。因为我们都有错，推个苍白的手，推个苍白的死守，管你有多么失措，好听，这嗓音谢谢。你说你学过的吗？啊，对，我现在大四。等一下姐，我关一下直播。好嘞，你直播多久了呀？一年多了，去休息了，刚回来。啊，你休息了刚回来啊？对，好听好听。刚才那歌叫什么歌？天后。哦，现在没有播摘录的，我们还差几百，我看一眼啊。今天我中午还播了呢，还差下边免费的还差223个，上边付费的还差185个。嗯，追不上了，不追了，都过了12点再飞吧。嗯，我觉得我斗了80场，我都已经斗了很多了。这一周我看我斗了80场，我还比赛还斗呢，我没少斗了，我都觉得一天平均10场乱斗呢。也没有50万，现在才差18万吧。嗯，这把成长值3100，就是31万，成长值是3100，就这么涨是比较合适的。咱一把飞的话不合适。谢谢我们的溜溜听歌啊，谢谢我。哎呦，我哥是中奖了，哎呦，我有点过分了，人家没送的就开始谢谢了啊。一会儿这哥不着急，我过分了啊，哥，我过分了。我以为是送给我的呢，原来是中奖，过分了啊，我过分了。谢谢谢谢，感谢一毛党的兄弟们，我都成人才了。马大哥，没有没有，喜欢对面的这个小美女的可以点点关注啥。要不你把刚才那歌唱完了吧，还有没有，是不是还有一段？哦，还有一段。嗯，那行，那我点点唱完了吧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火，像个人气个吃不下的天后。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曾在前等浓墨重重，我陷入漫不狂野的困扰，成全了你万众宠爱
只剩彼此忍受，再你别妄想着我，因为我们都有错。谢谢，谢谢小米的爱，谢谢，谢谢菲儿姐。妈，美丽大哥，我感觉了，你要改啥呀？你要改什么名，大哥？谢谢木子管哥，感谢木子管哥，喜欢粉的在上面可以帮忙开一下小真爱。马小坑，马大坑。没有过粘肉了，我们过一过粘肉，我还有一个多小时过粘肉了，兄弟们。打团儿，打团儿，团儿，团儿，我没人啊。反而我没有人呢，主要是你要是整不好的话，你就太破费了。主要没有人拉我，有人拉我，我就打了。你这不那个啥吗？不下播了吗？谢我们的小天哥，感谢兄弟们送来的烤一票。没有啊，没打。他们有活动吧？我把这首歌唱完先哈。在寂寞的午夜，依然特别的难受，伤心眼泪往下流，在繁华的巷口，来往不息的人流，有个人傻傻在为爱等候。我想写些伤痕，让爱情为我停留，幸运能牵你的手。我想起旧伤痕，再不要海市蜃楼，要一直相爱不放手。我就在你的左右，紧紧握住你的手，就算天荒地老不放手。我爱你爱不够，怎么爱都爱不够，多想和你走到世界的尽头。我就在你的身后，有缘放你在心头，世世相爱一起到白头。
在你的身后，轻轻放你在心头，深深相爱一起到白头。我爱你爱不够，怎么爱都爱不够，多想和你走到世界的尽头。我就在你的左右，紧紧握住你的手，就算天荒地老不放手。我爱你爱不够，怎么爱都爱不够，多想和你走到相爱的尽头。我就在你的身后，都别放你在心头，世世相爱一起到白头。世世相爱一起到抄就抄吧，没事了啊。抄就抄了吧，抄就抄了吧，没事。等会儿我扣个字啊，我问一下。命运的话，你都打你几次了？你真是不能打了啊！不打了，嗯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嗯。我俩遇着的时候，人家大哥也没有上，让一把啊，让一把，别吵了啊，就差两分儿。向的永远。速度也不打了，可以了，人咋么的呀，太不知足这一天呢。你是不是有点不知足，给你两嘴巴子，要什么自行车，一天天飘了吧，人饿的狼把子，你撑的那啥，你还有个弟，又没有啥仇恨的一天呢。不动了，没有人拉我团，他我招他们团都没有条件了，算了，不打了。欢迎男孩，下一时刻，哎呀妈呀，下一时刻就到了我们的唱歌环节。别把丫头气哭了，就晚你少喝点啊，别喝多了，喝多了你找不着423咋整。真用我们下方免费的还差139个，付费的还差110个。就多喝水，像我们的火啊，火火火啊，我们来个全民点歌。喜欢听什么歌可以打在公屏上，来倒数五个数，5 4，现在都上头了，放着挂机吧。好嘞，叫那你躺着眯着，我有事我就喊你啊。喝多少 IP 你能吗？谢谢木子广哥，感谢木子广大哥，谢谢送来的棒棒糖。我点歌名啊，还有忐忑，我不会唱这个，兄弟。5 4 3 2 1，看我们点歌成功的是哪首歌曲？马漂亮点的对半，这个不算数哈，这666是不算数的，我给你唱个对半。
哥哥的无奈呀，拍拍唱一曲的女孩。我有点饿了呢。是恶魔。某些人走了留下借口，某些人散了没有理由，毫不介意和也做朋友，也沐遮住身边的白昼，冷冷的呼吸衬托着烈酒，满心的温柔也不忍游走，被预谋的最后飞到无路可走，多余的温柔，我们相遇在这陌生的城市中，分手却在熟悉的街头，莫非你只想要自由，心该不该收，另一半的你毫无借口，最终结果是你割舍，突然走向另一个角色，可对半个痛留下给我，寒风撕扯回忆的脆弱，成全你只是衬托着烈酒，满心的温柔也不忍游走，被预谋的最后飞到无路可走，多余的温柔，我们相遇在这陌生的城市中，分手却在熟悉的街头，莫非你只想要自由，心该不该收，另一半的你毫无借口，最终结果是你割舍，突然走向另一个角色，可对半个痛留下给我，但风撕扯回忆的脆弱，成全你只是第九，球球排十二。上跳，谢我的小爷。歌名叫对半，还差100多个我们就过完三星任务了。哎呀，我脑袋嗡嗡的，你怎么好像有点今天嘚瑟大劲儿了。三星任务还差100多个我们就过完了，你说我明天白天播不播呢？我觉得好多人，欢迎秋哥，
好多人这个放假。我跟师傅也商量一下。一上好运哥，有没有啥想听的歌？看自己状态，主要你看我能不能起来。有飞机你就播呗，我今天白天播，纯是一个飞机给我炸起来的。因为白天可能大哥有时间呀啥的。就这一阵儿放假嘛，没有啥事儿。但是我要白天播，我就得不能十二点之后就那个啥了，我得早些下。其实我在想，这两天可以播一播什么的，到十一点半呀，或者到就不要过了十二点，也别玩斗地主了，也别玩游戏了，就赶紧睡觉去。哎，恭喜沙哥，中得锦鲤一条。完了之后呢，明天早上起来再播两个小时，完了呢休息一会儿，你再眯一觉，晚上接着播。这两天比较充足，对大哥白天这两天非常有时间。谢谢我们木子广哥，感谢木子广哥。五一可以加播呀，我也是这么觉得，五一我们这么加播一下，晚上别太晚，太晚他们也不上线。好了，我跟师傅今天还说了，师傅说白天播还可以啊，人气也挺多的，今天人气还真挺多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白天以前白天没有这么多人的。哎呀，你有理，你说了算。哎呀，这一回又告诉我叫马有理了。都闲得好，看你嗓子，我不那啥了啊。今天热度值27,000，那我晚上播31,000嘛。我看看窗。没有过摘任务的兄弟们，记得过一过摘任务。谢谢一道哥，感谢一道哥。我们连连那个啥吧，我休息一下，我们连连那个，我连一下咱自己家的主播。不要指挥我连谁啊，再指挥连谁我不连了。先提前跟你们说一声，你们太可怕了，主要是一刷屏脑瓜刷得嗡嗡的。高乐你等我一下，高乐啊，不叫一道吗？叫什么道一？嗨嗨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两天也在斗地主。发现啊，这偶尔就斗了那么一下下，不行，我智商不行。等有时间咱俩一起斗一个。我跟你斗啊。啊，我跟你斗吗？啊，再找一个，但不行穿那个啥的，不行那个啥的，三个主播斗也行哈。就是再找一个。好的呀，没问题。这个可以有。这个可以有是不是？我觉得也是。这个、可以有。看看谁的牌技更好一些。谢谢小阿路啊，这个。谢谢道一哥、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就是下个注啥的。猜一猜我们谁会赢啥的。谁会赢。可以。你们觉得，我上次看你打了一副，那一只有一副牌特别高，好好玩。他们是不是可能看得见你的牌呀？不知道啊。心如也斗吗？心如也会斗地主啊。那我估计心如肯定比我厉害多了。你俩肯定都比我厉害多了。谢谢拥抱小姐姐，谢谢。这样。等会儿我们仨快下，你几点下直播？快下直播的时候我们斗一个。好，每天都赢不了，那是师傅牌技太好了。你看要跟他们在一起，试试，你敢赢吗？能赢没啥不赢啊？问题是能赢得了吗？问题是，我跟我爸妈，我跟我爸妈也玩了一下。我看我啥输了，两个王4-2还输了呢，我。你信吗？我信，
我特别的信。我那天看你斗了一把，好像是有一把啥牌来着，也是特别好的牌，你是地主，结果你觉得自己稳赢了，结果结果你输了。嗯呐，我就没考虑到怎么，我也没明白我怎么就稀里糊涂我就输了。心想啊，是啊，对呀、啊，我本来看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是赢的，结果你就最后把那王炸打了之后，然后你再打一个牌，你以为你就赢了啊？嗯。结果他们还有一个炸还是打的，就给你包了啊、然后你就输了。这个马富贵是谁呀？欢迎风信子，欢迎瘦。马富贵是苏富哥吗？感谢木子，感谢那个木子广大哥，谢谢。完了，我这是要挨揍的架势啊，兄弟们！哎呀，六九的哥哥们，上打我吧，打我，扛住我！对了，你刚才说你要播到几点啦？我播到一点或者两点，你啥时候下呀？我十二点之前嘛，我今天可能下的早一点。我今天播了三个多小时，不到三个半小时，白天有确实也有一点累。我寻思你要没啥事的话，到时候咱搓一局儿。好的呀 ，OK， 可以。那你下了不得就是先收拾收拾啥的？不用，我在直播间转播，我想。但是咱俩时间不一样呀，那不能影响你的直播呀。嗯，那个，那我们再看吧，有反正来日方长嘛。对，这个、嗯、再说吧。嗯，就是啥时候就是我，咱俩就是你下的也晚一点。我正下了，对呀，我正下直播，你还在播着啥的，又或者是下了直播，嗯、其实下了这快下直播的时候玩是最好的，就比较悠悠的了。嗯，我不能，那个，不能这个，因为斗地主不直播不好。他一般直播到三点多，没有点关注的兄弟们给我们的叉叉点点关注。嗯，欢迎盖伦，晚安高乐，一组一三一四，干货就可以卡黄。谢谢我们的道一哥送来的水晶球，看看长裤老师看一下有没有黄码，这大哥应该快给我卡黄了。啥时候就是你，我看你经常也播的好晚呢。我还行，谢谢道一哥，感谢道一，谢谢。谢谢大哥送来的锦鲤，救命啊大哥，他们都不管我，他们对我都不好，大哥青兜了，刷十个的球了，谢谢木子广大哥，谢，看看你，人这两位大哥一到，穿六九马甲都不管我了，还有木子广大哥，你看人家两位大哥多像样，谢阿星哥，感谢阿星哥。欢迎我狠哥，欢迎啊！我们家都一人一组六六了都，可以，彩票也上来了，谢谢木子广哥。嗯，你煮一首歌，唱个歌呀。接下来时间，好的呀，一会儿时间唱个歌。救命！唱一个什么歌呢？啊？唱一个什么歌呢？呀，哎。欢迎山城哥，没有反应，哥，你跟我说话了吗？还有啊，充值没有任何返利，千万别上当受骗啥的。嗯，我的微信号我跟你说一下，你看看啊，你肯定拉黑了，没有，应该不会的。我给你发一下哈，我的微信号是这个。但是呢，你要有我的话，你看一下是不是我。但是你们加我是加不上的，因为我都设置了隐藏了，就是你们搜索的话是搜索不到的。微信号3F4823小写的，像我们的长山战子龙哥，今天两场非常的精彩。嗯，等过了12点我们再斗，我们现在不斗了。嗯，像我们的长山战子龙大哥，谢谢。木子广哥，你还没有说要听什么歌呢？你叫李广。啊，是你哦。大哥有想听啥歌？你看没有删吧？欢迎我六六哥，把我六六哥放一下。他说你唱什么都好听，
强烈要求一下，那我给你唱一个为什么吧，就这两天他们特别喜欢听这首歌，总点总点，我就借花献佛，就我就大哥要不点的话，我就唱个这个歌送给大哥，同时代表大哥把这首歌送给直播间的兄弟们。六六哥今天有没有啥想听的？老好听了。为什么先说爱的先不爱，好动心的又不死心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，繁华了竟只看到两个字，伤心。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，幸福总是嬉皮笑脸的躲着我，为什么？究竟是为什么？你丢弃的玫瑰，坚强的活着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，得不到你的心啊？你如此的冷漠，刺痛我的心啊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，看不透你的心？知道这个结果，还要飞蛾扑火。在状态了唱歌，但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你们说的，哎，好像没有那个啥，
不行，这个歌必须有劲儿才能唱出，没有劲儿的话唱不出来。谢我们的那个子龙哥，谢我们的本心，这是我们家美丽唱的。嗯呐 ，PK 一把，不 PK 了，等过了十二点之后我们再 PK 吧。少了一点气势，不行了，我都唱一天了，我都一天了，真没劲儿了。那行，我随便逗一个吧，我找个人把我的终结得了吧。我这连胜谁给我终结了就得了，要不饿了，哎，确实有一点点饿了。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哎，对，我连一下心如啊，拜拜大地哥，大地哥你还没有说要听啥歌你就走啦。凑个局，过了十二点我们斗一把之后就开始、啊、我要整个局，你要不要参加？有奖励的。听不到说话呀，有点卡。你几点你要播到几点？嗯，我一般都在一点以后吧。嗯啊，我十二点十分或二十分左右，我找你斗地主啊。听说你听说这一圈玩的技术你最好了，所以说我都不想找别人了。有插戏，到时候带插戏一个，完了你一个，咱仨玩。行，完了那个赢了输了没有惩罚。输了没有惩、嗯、不是对，输了没有惩罚，赢了有奖励的、啊、大师傅发奖励。嗯，好嘞，大师爷发奖励是吧？好嘞好嘞，好好好啊。嗯，到时候你的牌不能让直播间看见，要不然他们该指挥了啊。嗯、啊、不能让他们看见了。对对对，咱们仨的牌我也不会让粉丝看见，这不行，玩赖的啊。啊，行，那就只能自己硬碰硬了。我还问他，我说耗子玩得好，心如玩得好。嗯，突然那个。那我一看，那指定得带我心如，不能带耗子，啥也不是的。他估计睡觉了吧？这么晚，应该睡觉的吧？他晚上没直播呀。嗯呐、嗯，谢谢我们的那个一大哥。我就怕到时候啊，嗯，就是容易气着你。那我没事，我把把敲地主。我容易气着你。我有时候打懵了，就是不知道哪个是我的队友，啪一下就给他揍了。啊，道一哥啊，感谢道一大哥、嗯，谢谢道一大哥，谢谢本心哥。嗯、十二点十分啊，我打完那个啥。嗯、哦，行。十二点十分，嗯。嗯，谢谢大家站得住，谢谢啊。嗯，十二点十分左右，想加油，我们就开始。嗯，就是一共是十八回合，十八回合定胜负，就十八局啊。对，十八局为一轮。嗯，行，好，到时候我给你们拉群，到时候我发链接，心如放水，你可不能放水啥的哈。我不放水，我就怕我自己整错了，那蒙擦擦有时候就是，嗯，我都分不清自己队友是谁。嗯，上回就是你他们说你分不清大小王是真的吗？那你这个没办法作假呀，你这小王根本就放不出来呀，大王出来了。这手机上面的你怎么就是那大王，你那小王还能管上啊？那管不上啊，直接就要不起了呀。那一个二你会跟大王管吗？那看情况啊。妈，这有点危险呢，真不能跟他一会儿。嗯，叉叉应该玩的好。嗯，叉叉应该，你跟叉叉玩过吗？谢谢阿土。我没有跟他玩过斗地主啊。嗯，欢迎丢丢啊。嗯，他忽悠你呢。别换人了，今天就这样，完了等明天再换人，等明天的。你不到那个一两点钟吗？啊，没事、哦、没事没事。嗯嗯，没关系。到时候我问问叉戏方不方便，方便的话就跟叉戏咱仨玩，不方便到时候我就叫耗子。你俩记住到底谁好，你能打过耗子吗？那你这么说，那耗子的肯定更狠，那我都有点哆嗦了的。他打得比你好啊？那他肯定，他肯定就他男的一般斗技者都比女的强。那行，拉倒，不带他，咱仨玩。你说咱仨能不能打出花的呀？就这选手啊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，你师傅你斗技者是不是很厉害？他们说我嗯。
我一般吧，我还行。我还行，就是还行的话，就是我那我就心里没更没底了。你发话叉叉肯定玩的，那直播间里边有的那个啥大哥呀什么的，不得正常直播吗？正常直播啥的吗？三个，到时候问问方不方便，方便就玩，不方便到时候我们就不玩了。我那天叉叉有时候也在直播间跟陪大哥玩，但是他都是两三点钟了，应该咱这不是十二点不正直播的时间吗？现在到一个，他会菜文姬勾勾，我们说的是斗地主，不是王者。你们仨的水平差不多是吗？那行，那就我们仨了，我们仨水平差不多是不是？那你看咱们仨能决出谁是一个王者，谁是青铜不？你觉得哈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我们仨谁是王者，谁是青铜？他们在压住，刚刚说，有的人说如子我压你，还有的说我去压叉戏。谢谢谢谢谢谢啊。叉叉，他们都说叉叉玩的厉害。啊，那我估计我就是个凑数的，但是说不好啊，排谁好谁坏还不一定呢。那可不，跟我师傅玩的时候一直都是负分，最后一局我就挣过来了，一下斗了多少分？90多分。啊，不是90多，是40多还是几十多了？本来是负的，一下就挣过来了。对，那就是嘛，那神仙都挡不住，要是牌好的话我乱打我都赢，是吧？哎，你可不能这么说，我赢的牌都让我打输了，有一天这家给我埋汰的，他们本身一个连让我打的稀碎，本身我吧没算过来那个木，一个牌我直接打个对四儿，其实应该出一个四儿，我打上了一个对四儿，俩师徒还吹上了，我根本就不会算牌，我记都记不住。我都没记过，我都不知道有炸没炸， 我就知道往前跑。跑的之后报个单，你会不会顶我？咱俩是一对的话，我会不会顶你？啊，就是假如说我是地主，我出个三儿，我是地主，你是我上家，我三儿他四儿，你出几啊？那我肯定往大的顶，你是地主，我还不顶你，我顶谁？那他会玩，兄弟们，他会玩。谢谢我们赵子龙哥。那这个我都不知道，那我还斗什么地主啊？我顺着跑，打个五啊。那比我强，他那比我强，我要是有五指定先出五。那但是要不然我害怕我的五出不去，你说他把四出了之后他怎么，那我的五指定出不去，我指定要出个五。我就是有时候不知道，就是该出单的时候我出手，我出了一对，该出一对的时候我出了个单，就是容易就是可能斗地主的话容易发到地主的手上去。那就他，我告诉你，他出对儿你就直接给他对二给他掐死，完了你出单，就是不按他那个套路打。你出个单，人家大王。飞呀，你一定赢，秀赢啥也不是，当时跟秀赢啥也不是。反正大师傅发奖励，大师傅到时候给你们发奖励。哎，不一定呢，有可能我赢呢，这也没准儿。对呀、啊。说不好，老大是最惨。一是看运气啊，主要也是看运气，看谁的牌好。是啊，估计老大，对对，我就跟师傅玩，师傅都是王者级的，他们都是菜鸟级的，我是青铜级的，所以说差不多我们几个。哦，那师爷斗地主肯定很厉害了。那他们俩指定很厉害呀，要不然我能输吗？那按道理说，就培养下来，你应该也比我们厉害，徒弟嘛。没有，玩了几回我也没咋赢过，就除非那牌也嘎嘎好，叮咚的一顿名牌打能赢回来。反正我跟他们玩每次都是我输。我基本上就没赢过。欢迎小文哥啊。行，不管怎么的，就是上一晚了。干就完了。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对对对。对，整就完了。是不可能怂的。永远被培养不出来。你我们一伙儿。一对二打我，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啥时候是个汤水哥？他咋这样呢？他是不是出老千了？他一定是装的。你们玩的时候，你俩一伙，完了他跟地主一伙打你，是这样吗？哦。那没毛病，我也干过这事儿。我记着谁地主了，大师傅地主。我说大师傅地主，我跟小师傅是一伙的。我跟谁是一伙的我忘记了，我就啥啥我都不要。完了人赢了，哎呀哈，他
师地主啊，我忘了是哪把了，不是大师傅就是小师傅嘞。汤水哥比较惨，谢谢汤水哥，谢谢汤水哥送来的水晶球。汤水哥，你要记得每天做任务，你才十级真爱，加油！哎呀，这谁马有才来了？小师傅跟那个大师傅还有那个十一舅应该他们在玩呢。队友，老大，你是放水队友，不能，我坚决不跟心如一伙。像我汤水哥，到时候我就叫，啥牌我都叫，准赢。看你太菜了，带他们不带你，不能。长山赵子龙哥，我跟你们聊会儿天，但是哈，那个我要哪儿聊的不对，你们多担待啊。他那个不带，不带你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聊天，有的时候聊炸了，你们别往心里去。我告诉你哈，但是我的心里满满的都是爱，满满的都是爱，绝对没有半点啥的意思。有的时候可能比喻不明白啥的，嗯，就是你们别往心里去啥的。你聊聊我就容易跑偏，你一带就偏，就可能比喻啥的又骂我。我不是骂你们，你看又说那昨天的话题，真不是，就那个比喻，我说的意思呀，就是看人呐，衣服呀，一看这个时间长了，这个衣服一看就是他的。假如你去看我一个吊带背心搁那一看，那指定不是我的呀。这是提前打预防针吗？我害怕跟你聊急眼了。哎，你都不知道啊，那给我整的都脸透红，我都不知道说啥。公屏说，公屏出哇，那刷屏就起来了，当时我就懵了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完了，我就不敢说话了。是故意的，你说我可能我有点，因为我这人比喻就比较接地气，就比喻的就可能有点，昨天逗你还急眼，那不一样，那我不是故意的，那真有点，就后边寻思寻思好像是不太对劲儿，这比喻有点像比喻骂人似的。你要说那个什么的还好一点。一道兄弟快够千元榜了吗？嗯，还差420。哎，我的马司令是谁呀、啊？是不是我龙儿姐？龙儿姐，你还差30，你别着急，等会12点有个乱斗再凑也行。神龙，小心偷塔，就差一个花。好嘞，我看着，我瞅瞅。六六哥有没有啥想听的？哎呦，我跟你们说呀，我一抽，我是不是跟你们说了一抽中花？说没说？我说了吧，欢迎 LV 一哥，我说了没？快跑，要不出不去了。别跑，别跑哥，说了哈，嗯，说了，气性有点不好现在。我看我的排行，其实现在是不是前二十？
前二十的话没问题，都稳了，球啊花都稳了。晚上没说花不保险钱。我问一下花是不是前二十啊，你们说的是前那个啥吗？他说的是前十吧，好像是前二十，我再看一眼啊，我再看一眼规则，你们弄得我现在都不确定了。欢迎成信哥啊。我再看一眼给你们确定一下。前二十还是前二十。二十，看完了，谢谢诚信哥。诚信哥今天有没有啥想听的？我诚信哥今天老给力了，截了个图一瞅瞅的，可不嘛。我给你看看啊，我给你显辟一下。等过了十二点，我们斗一个，我们就开始啊。哭了让你家小胖红，嗯。对，我是小时候要哭了，要小胖去哄。这种在动摇的音乐是来自赵小胖的音乐剧《永久 QQ 号码》。我听听这个歌哈。欢迎师傅，看看。超重的，香不香？真是一筹重的。为了我的记录，我全一筹一筹，后期我也一筹一筹筹的。哎呀，这怎么上去？哎呀，这儿呢，我中午种的，看看，一瞅看看，看看。5月3号，11:27，2:27。看，一瞅，哼！我再给你们表演一个，要不能吹半年的，我也没吹呀。羡慕的赵子龙哥，赵子龙哥你怎么那个啥呢？等会儿我那个啥，等会儿我十二点的时候，怪不得我今天抽不着奖了，抽亏了5000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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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开水哥，这样，我告诉你咋抽啊，一会儿过了十二点我们开始，看着啊，再嘚瑟翅膀。给我们不嘚瑟不嘚瑟，你看就这个和这个，这也不一定能中，反正我还是按我一筹吧，一筹啊，不是假的，但现在咱不能放，那咱不能放，就差一点，一筹。真的就一瞅，哎呦，我也不知道我是咋抽的，还自己给我自己吓一跳。这个歌叫《除了你》，我在学这首歌，学会了给你们唱。除了你，我不会再恋爱。你说万一我再一抽抽着花咋整？是不是已无法挽回？告
我万一要再中，我中了个球。我试过一抽花没有特效，有。你说万一一抽我中了咋整，师傅？不可能呀，这话不能说的太满哦。嗯，没了。哇，中了一个球，以后还得刷六六。我就是刷了一组六六中的，一三一四不好使，你看。吓我一跳，我还心中彩了呢，我中了一球就中了，拉倒，这个六六不好使。中了个球，你就吹吧，一抽能中，我送你个大飞机。那我们重新来，师傅。多了不那个啥，谢谢凉白开哥。OK， 就这些，嗯，再来一个，40卷，官方配合我一下啊，你要配合我一下，你就能吃饱了，官方大大，一抽开始哈，就这40卷，不中我就不要了，师傅。这没准。他连个鱼要是不给我的话，是不是就亏了？就停这儿就行，就不用多，你就停这儿就好。官方大大，你要给我来个花，你今天你就能吃饱了。哎，这个66是不是就赚了？分手的决定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中的这一抽，笑声性格。你不中把翅膀放了，行，可以。他连个鱼都不给我呀。我称信哥应该在配合我的工作。掉坑里了，不会的，我相信我会中花的。啊，我中鱼了，我是不是赚了？我一抽是不是赚了？